来，我们先请三位在镜头前留下你们精彩的瞬间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哇哦，有这种侠气的感觉了哈！来，请护花使者还有我们的李长哥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心，欢迎三位，这边请。来，三位也都是这个黑色系的，非常好看，这边。好的，一样，我们给摄影师多一些拍照的时间，看向中间。这次长歌行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了哈，然后我本身也是这个原著粉，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影视化之后的呈现，也要非常期待一下我们迪丽热巴的李长歌。好，看向中间，好，左边，好，我们看回中间的摄影师。与此拍照的同时，我们也请店员把长歌行的冲浪板递上来，请三位主演在上面签下你们的名字。这次影视化之后的李长歌，还有阿什纳索，还有浩都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。哎，我们签完名之后呢，也请拿着我们的长歌行的冲浪板一起再拍一张合影。好，看向中间的摄影师。非常养眼的一个剧组，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个故事《长歌行》，大家一起期待，在未来会登陆腾讯视频。再次的感谢三位，我们也请店员帮忙收一下我们的冲浪板，挂在我们的冲浪墙上。《长歌行》也正式的入驻我们的鹅巢店，请三位移步到大大的鹅巢直播间，欢迎三位，欢迎三位。